是不乐团的鼓手，但是他的歌声，其实胜过主唱，个人这么认为。好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有歪了。粉丝很多哦。周迅什么时候表演？现在。好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有唱完吧。
想到这我就有点不爽。之前在东区的乐团厅，然后遇到贵团的吉他手，他竟然叫我民谣挂的，整个就是火冒三丈。哦，和声手对不对？可能是因为我站在病床边吧。看我多比较广。可恶，你在玩床的时候你在哪呢？好啦，真的是，希望这是到最后一次就是民谣挂，希望接下来可以用团的形式来表演。不要继续民谣啦。不要，我又没有意识形态。